第三天早晨化妆时间。你的身体状况如何？大概就是快要散掉的那种。你两天昨天几点洗澡？我昨天2:30。你总共睡了几次？好几次，我睡了三四次才要去洗澡。我硬要睡到大家都要睡了，我才要对，大家都要睡，你才要开灯吹头发，迫害。好，哦、真的太累了。我们要进行化妆了，没错。大家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拜。早安，今天是第四天，没错。我们现在要去吃一家王美吐司，没错。早餐现在几点？10点，忘记带手表。我们原本预计9点出门，没错。然后10点啦，9点出门，我们9点起床。真的，调什么？7点，调七点，7点是谁？然后8:20才起床。好，大家发现我们3个人变4个人，又变3个人，今天会变5个人哦。耶！Hello， 现在在哪里？在鹿邑岛。现在体力30，满分是多少？100，满分青春只有3，青春13%。随时都要登出关机的状态。我想要睡，大概30%。等一下我们要去看樱花跟野餐。等一下再带大家去看樱花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请可以打死了、欸。你没有 quality， 你没有 quality。这个
是我的这样子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去拿。好。来补。我花了1300。可以后退一点吗？脸有点大。你们两个等一下还有下一站呢，拜听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看看回台最后一天的房间长怎样？OMG， 把这样的房间弄成这样。你呀，你长。观众说句话吧。卡机吗？卡机吗？卡机吗？我们要回家了。大家拜拜。跟这一个民宿 John 说拜拜。好，这样，大家拜拜。